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，我们真诚的希望它是一首诗，但它给我的却是一本小说。远方是有梦想，也还有眼泪。面对所有的问题，我的回答是：生活有烟火的气息，有精致的妆容，不是为了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只是我爱他的样子。